不太崩的会，不是吗？今天的新品别的没见过。哦，这我见过，推荐他这个茶具，这个就太棒了。你们知道这是啥吗？最小一袋里边，它这个是个茶漏啊，纳米陶瓷的一种茶漏，看它是就是实的对吧，它居然能漏水，废话，茶漏不能漏水，而且非常漂亮，它上面还有一个能手把的这个可以这个防烫的，关键倒的时候它能这样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来，你像这才呕，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呕了。咦，这瞧瞧咱们就说，哎呀美，朋友们，好家伙，没事。然后底下是冰是吧，朋友们看看，再给你配一对，这个就为了这个，这小心肝必买哦，那就是上来就冷萃。我的个妈呀，优雅，非常优雅。它上面有很多细细小小的那种孔洞，是肉眼看不到的，所以是纳米陶瓷。那你肉眼这个视力也忒差，能看到啊？有好多能看到吗？好家伙，你看肉眼看不到了。我怎么没看到？去查查你肉眼吧。你没戴眼镜框，所以你看不到。哦。有好喝吗？就是开水一下就变凉了，因为有冰。非常。盒，快点放，讲半天茶了，好看。这个送礼用小心肝，哇，都是单件儿。2017年的陈就是那个小心肝，然后罐是2015年的蒙海的罐。对，2017年的罐，2015年的茶。你还挺懂，可以。怎么那么多？两盒吗？哦，这么意思。哦，这么意思。OK OK。它这个 OK OK。它这个成本特别贵，就我们问了一下，成本特别高啊，特别高。对，我叫成本贵，不是这个话。就是包括肝和那个茶具的成本都特别的高，薄利多也多不了，库存少。它那个点茶具还有检测报告，对，检测什么？查点啥呢？是的，纳米陶瓷的检测报告，都是木质的封套，然后又是吹制的玻璃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懂了。嗯，就是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我懂了。说的对。就是它这个玻璃是后进去的，吹上的，这个套是固定的，然后把玻璃软的吹上，然后就成这样了。我不信，我觉得肯定不是同时做的，它肯定是做完以后扣上去的。哦。但它要做到精度非常的高，所以你才能，不然的话，要不就晃了。要不太紧。这个茶具在外面卖108啊，108，这么的。小青柑，这个我觉得家里得有一个，你啥茶都行。我跟你说，不一定是小青柑，你就为了这茶具，我觉得你啥都应该卖。这个外卖476，对，因为是我们两盒的这个博尔，我们今天228再送一套茶具，我觉得很好。一盒180，两盒360。嗯嗯嗯。